最近不说话，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是让你不快乐？听说你最近很孤单，有点冷，有点慌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。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，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。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，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。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，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要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。专辑的话之后会上架的，大家可以先关注我的淘宝店铺哦。缺货勿急，请耐心等待，谢飞姐姐。你最近不说话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是让最近很孤单，有点冷，有点慌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。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，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。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，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。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，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要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。也在心里。你说我来个直播洗头了吧？爱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，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。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，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。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，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想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。